这个唐家墩路嘛，这附近的，这个应该叫北湖路，这有个小区。这个小区的这个门原来是走人的，现在也是封了，反正是不让进。是个什么情况的，现在就不知道了。那门反正是封了，人是不让进的。来看一下吧。这个门也是封了，这个门我看看啊，这个门封了，看到了吗？不知道这个小区叫什么名，反正在北湖路上面有个小区。哎呀，我看看，这些老房子，这个小区也封了，它封死了，看得到吗？都封了，它小区没名，一个56栋嘛。小区大家看得到吗？是吧，它封的就是人不让人出不让人进嘛。那究竟里面怎么回事，这我也进不去啊。没有，小区没有名字啊。武汉市江汉区信鸽协会有个小的，这个也封了，看到了吗？它封路是武汉市公安局封的，上面写的嘛，警察嘛，也封了的。这个小区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。反正我现在在北湖路上面，就北湖路上的小区，这两边的小区，北湖路两边的小区都封了，小区里也没人。看到了吗？你们在这怎么值班啊？哦，他那个小区怎么门给堵着干嘛？哦，哦，封了，这边走。哦，我下来，我肯定戴口罩吧。好了，我戴上吧。好，谢谢啊。